大家好，请坐。诸位同学，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昨天谈到第四句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孝悌也者，其人之本与。那我们学的这一句啊，能够形成看待事情啊，都能看到根本问题在哪。不是解决枝末的问题。那从个人修身本应该在哪？从家庭，这个本应该在哪？本立了，道才能生呢，可能这个家道才能兴旺起来了。包含团体、国家它的本在哪里？这也可能呢，是我们整个学习群书治要的过程呢。要建立的很多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思维像这个第一册我们看在为政当中这第一册的93页。我们稍微根据这些句子来体会物本一开始是孔子家语这个《中庸》当中也有一样的教诲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首先第一个曰修身也所以这个修身为本呢。那个尊贤亲亲你看也都是从内而外来治天下下一句，你看161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那个治国家，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个水就是指人民看下一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所以为政在于得人，看有人才。才能把政治办好。你看这个人才是为政的根本所在了。你看继续分析呢，但是，你要能够有人才取人以身呢。你看这个都谈根本，你为什么能感召人才来？你要修身有德了，你才能感召人才过来。所以取人以身呢？那
修身以道，修养己身呢，要遵循道德伦理啊，修道以仁，下手处在哪？仁爱存心，所以在《了凡四训》里面，行善的十个纲领里有一个爱敬存心啊，这个老和尚提出来是总持法门。你看这每一句都在强调物本。我们看163句的。那这个是提到，后面是说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你教育一个人呢，那你要从小，从胎教。而且这一句呢，是叙述成王的培养。那成王是国家的接班人。所以，人才当中啊，你接班人要培养好，国家才能安定。那你看164句了：国无贤佐郡士啊，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济绝者，未尝有也。所以故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不在国家很大哦，民心团不团结？你看民心才是根本所在的。你很大，民心离散了，有可能明天就垮了，都很难讲。你看大公司也是一样，你不要看它大。他也可能明天就宣布倒了，因为他民心不团结天时不如地利呀，地利不如人和这个无形的民心重要啊。左不务多啊，而务得贤俊。你看这个。都是看要得民心啊，要得贤才辅助。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贤佐者，士归之。你有贤德的人呢，这读书人，有能力的读书人才会来归附所以。这个舜有天下，举高尧，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举伊尹，不仁者远矣。你看，你用一个很好的人才，不好的人走了，好的人归附进来好，你看165。这个是哀公问孔子，敢问人道谁为大？人道中啊，什么最重要那孔子对曰：人道正为大。夫正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那孔子回答。到了人道之中啊，政治最重要。这个人道泯政，地道泯术，因为你政治办不好啊，百姓呢生活就很不安定了。所以你看读书人为了什么？深入经典呢，能够。办好政治啊，安一番百姓这里提出来"正"的意思啊，就是端正
这个也呼应《论语》当中说的啊，“正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以君为政啊，则百姓从而正矣。那哀公接着又问了，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这办政治重要了，那如何处理政事？孔子对曰：“夫父别，父子亲，君臣信，三者正，则庶务从之矣呀。”孔子回答：“夫妇之别有所区别，父子之间互相亲爱，君臣上下互相信任。我们刚好这个明理这一明理篇首先谈的是上道立德，这个道呢，是超越时空的大自然的法则，不是说谁规定的，所以这个伦常也是自然的法则，不是谁刻意规定出来，也有近代呀。”想说把它改成六轮，但是感觉还是有点天竺了，画蛇添足所以古人他是通达人性的甚至我们古人很多都是见性的见性呢。它就是道法自然，所以它所传的这些道啊，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好，那这三个人伦端关系端正呢，万事万物的关系也会跟着理顺包含百姓也会效法。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提醒，他为政者要从自己做好，而且自己的伦常也要表好法。好，那166，天地为大矣，不成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治矣，不成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成则疏。君上为尊矣，不成则卑。夫成者，君子之首，而政事之本也。所以真诚、君子、遵循的品德操守。这中庸说的"诚者物之宗始，不诚无物。诚是指心呢，心要真诚。他处理的事，他管理家庭或者管理一个国家，是他的医报都是随着他的政报转。所以心是根本。所以这个臣是君子之首而政事之本，更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以《中庸》里面讲，这个天下国家有九经，到这一段教诲。及其行之者一也，大家有印象吧？那这个一是什么？就是诚哦，
哦，所以你能把这九经做好啊，主要还是自己的心真诚，才能做好。哦，所以老和尚也指导承德，这个佛菩萨祖先承担，你把心用对就好了，所以这个心是根本，真诚心是根本。好，那167句啊，这个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你办正事啊，首先要名正言顺啊，你名不正，你做的一切事都是不符合规范的了。甚至都拿人家拿来做文章了，诟病了，所以要拿捏分寸啊，还没有明证以前，不要乱讲话，不要出手去做事啊。首先你已经不符合这个规矩了，好，好，要168。这个是家人卦，那这里也是点出来了，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所以天下要安定啊，本在哪？在家庭啊，家庭是像细胞啊，国家天下像器官啊，像人体呀，那你每个细胞要好了，天下才能安定。好，那你看这一句，这个，哇，这个物本的句子可不少啊。哦，你看还有，后面还有，夫孝德之本也，这个也是本。我们看老和尚在参与这个和平会议，大家提出来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安定和平，用外交啊，用经济呀，甚至用武力呀，都是这一些方法在探讨。那老和尚提出来，你们要解决问题啊，就像中医治病啊。要找到病根在哪？病根在家庭。这个就能看事情就看得很深入。你家庭正家了，天下才能定。每个人都从家庭出来了。大家看，这些专家研究了多久？他可能在他那个领域啊，他研究了一辈子了，可是他的方法属于什么？自末了，不是根本的，根本在家庭啊，因为夫妻不和了，他每个人都从家庭出来了，他怎么学到跟人家和平相处？好，这个，我们看176。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宜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你看要有人才哦，要有忠臣哦。这忠诚从哪里来？因为你思考都要思考到根本上面来，不然你办了这个政治没有根呢、一直强调要忠于国家，可是你没有从孝道教起啊，你可能很强调忠，
可是不忠于国家的人还是很多。因为他连父母都不忠诚，他怎么可能会对国家忠诚？啊，所以求忠诚必于孝子之门。啊，我也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啊，就是啊，这个老师呢带毕业班，啊，结果要考大学联考了，他母亲去世了，他不回去奔丧。哦，那这个节目啊，是觉得他很伟大。你看，为了孩子考试，母亲去世了都不回去奔丧。哎，你们对这个例子感觉怎么样？我当时看了，胸口就有点憋屈，感觉不是很舒服，也佩服不起来。哦，然后在访问的过程呢，有访问他的小孩，你看他的小孩一提到他的父亲啊，脸部都表情都很冷漠。你看他可以为了学生哦，连母亲去世他都不回来。你看他对孩子怎么样？疏于关心了。所以这个老师能教出孝吗？哦，那他的学生的动力在哪？学习的动力在哪？哦，所以会感觉好像大家在其中的哦，因为没有随顺的性德啊，大家在其中可能也都会感觉内心啊卡卡的。还不知道问题在哪，大家也不会快乐。你说他会很快乐，我觉得也不可能。哎，可能他夜阑人静也会觉得没有回去奔丧啊，是，哎，心里也过不去。他假如回去奔丧了，他就把孝道啊表演给他的学生看了。他的学生可能就亲所好，力为具了，啊，父母希望的，老师希望的，他会尽力去做了，哦，所以大家看这些句子啊，你有时候带领一个团体，或者是治理一个国家，你忽略这些句子啊，你治理的情况就会很怪。好，你看下一句啊，我们。好像前面讲到了，知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者，然后可以为人君；知是人者，然后可以使人。哎，下一句，曾子曰：“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其实就是教孝了，夫孝德之本也嘛。哎，孝怎么教的？哎，祭祖就在教孝道了。哦，你这么远的祖先，你都不忘他的恩德，你眼前父母把你拉扯大，你怎么可能会忘了他的恩？哦，OK，下一句啊，水全深则鱼鳖归之。你看古人很会用譬喻啊。啊，泉水很深呢，这个鱼鳖就会聚集生存啊。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啊，树木茂盛呢，飞鸟就会群集筑巢啊。树草茂，则禽兽归之。啊，大家应该去过内蒙古吧？啊。哦，那些地区应该是
素草帽啊，怎么讲？风吹草低见牛羊我们小时候也唱了青海青，黄河黄，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江，你们没有听过啊？我看中国的地理啊，你们可能读得没我熟。我们那时候是东九省，东北是九省，我们读的时候，你们是读三省。树草茂则禽兽归之。你看这些比喻要带出来，最重要的一句呢，人主贤，则豪杰归之。这君主贤明仁德，各方豪杰自然就会归顺效忠所以结论呢，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归。圣明的君王不求各方都来归附，而是尽力创造使人们归附的条件。就像你这个环境好了，自然招感这些动物来了。而且这个人主贤呢，贤在哪？贤在替人想。还来了能让他们安定生活生安道才能隆但这样的思维的领导者多不多？甚至于是我花多一点钱把人招进来，你看想事都是想这样。你花高薪把他招进来，改天他又什么？他又因为高薪走了。所以，好像格言联璧里面有提到的，这个以利交者，利尽则教书嘛；以势交者，哇，你现在有威势啊，地位很高，势轻则交绝。你现在没有这个地位了，人都不来找你了。以社交者，花落而爱鱼嘛，鱼是变的嘛。那美色能够保持多久？这个爱就变化了那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好。所以圣王不务归之者，务其所归你看这个下一句为政者莫善于亲其利也所以廉者政之本也，廉洁是政治的根本每一个朝代败亡这个吏治都有问题。吏治一有问题百姓没信心几个同学也写到昨天我们提homework 是吧？家庭作业 那个都归纳得不错大家都很用心写这个我们后面再来探讨。我们多一些句子都可以再来呼应同学们写的这些点所以治理政事没有比使官吏清廉更好的、更重要的你看下一句"子贡问政"，大家有没有在子贡的句子当中感觉他言语的能力那个问问题问的都很有水平。你看，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
于是三者何先？你看他没有继续这样问呢、就没有问出最重要的是什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是二者何先？曰去死。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你看民心才是最重要的。人民不相信了，可能明天国家就内乱了。好像东汉有一个例子，在四字谏略里面也有。我一下也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当说好像是匈奴压境了，人家是上万人压境了，他们好像才几百人呢，然后很团结，守城呢，坚持了好长的时间都没有被攻破，而且喝什么东西呢？马粪呢，把它放在布里啊，怎么样？挤出汁来喝啊！你看，人团结到这，能过这样的日子，但是彼此都是互相信任然后那个皮带拿下来啃啊，没东西吃啊。所以这个印证孔子这句话，你看，这个哪怕。你的士兵啊，百姓那么少，根本没得吃的，军队也很少，可是团结，互相信任，所以这个在历史上好像也拍成，我好像有看过，拍成电影好。这个下一句你看，儒家有三宝，君亲师道家也有三宝，我有三宝啊，持而保之，一曰持，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个三宝要保持，而且永远守住啊，一是仁慈啊。佛家讲慈悲为本，我们讲到政治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就是仁慈嘛；其失天下，以不仁。所以这个仁慈是关键。二曰俭，你一奢侈啊，整个负担都在百姓身上了。所以你只要皇帝节俭了，不乱花钱了，百姓生活就很轻松了。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个就是人谦虚了。看这些重点了。我们昨天又引了《孝经》诸侯章治理一个国家。在上不骄，高而不伟，跟什么有关？谦虚。不敢为天下先呢，就要谦退自节警度，满而不溢，主要还是节俭呢，不能放纵欲望所以这些京剧有没有互相呼应？第一曰慈，你要爱民嘛，你就能保其社稷，和其名人。那你看我们这样探讨下来，说一精通一切精通，有没有道理？这听说最近又推《孝经》为企业经营的很好的经典。很有道理啊。
好。哦，所以我们是借由这些物本的句子，哦，这只有第一册啊，哦，我们接下来还有二三十册都有物本的句子哦，大家多读啊，哇，你整个一看到事情，你都不会只看枝末了，更不会去求枝末。不然，舍本逐末就徒劳而空啊，甚至于我们去添乱了都有了。我们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啊。好，我们看下一句啊。啊，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术也，啊，一行而可常旅者，正也。术者，人之术也；正者，义之要也。至矣哉！这个"至矣哉"是太重要了啊，讲得太正确了啊。有。一个字啊，可以恒常奉行的，就是术。我们又要感谢子贡了啊！这个出处是由他老人家会问来的。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讲了，其术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了，得到了这个术啊，但是呢，要做到不容易哦。因为子贡有说，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无亦欲吾家诸人。我不希望人家这样对待我，我也不这样对待别人。孔子说："非尔所及也。"端木赤啊，你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哟，所以这一段对话，我们容不容易把自己高估了？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啊，不能自我感觉良好。你觉得自己挺好的，一定还不够。你去跟很孝顺的人说他很孝顺的，他一定会很战战兢兢，他一定会说他还做得不够。这个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哦，这个很有味道。做得很好的人。他就是因为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不够，所以他做的，觉得自己做的很好了，他已经落在他自我的这个主观呢、感受里面了。那我们具体讲比方说人家对你发脾气啊，你当然不舒服。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那我从今天开始不对人家发脾气了。哇，今天天气这么好，太阳都出来了，我们发个愿，别发脾气了。这我们不是都要挑个好日子，所以我们这几次是不是都讲了课程？里面讲到六忍，大家都要在境界里练练到一遇境界，你都没想，它自然就起来了，习惯成自然。好，一行啊，而可以常旅者，正也。
一种行为可以恒常去实践的，就是正啊，正直啊，无私。这个正呢，常常会配一个字叫义，正义。所以一般呢，说讲义气啊，不能离开正，不然就变成哥们义气了啊、那个是意气用事了，所以这个正字就是很重要啊、要判断的。我们在企业界啊，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先生，你看他在考虑事情，不是考虑赚多少钱，考虑他强调最多了，作为人，孰为正确？那就是要符合做人的标准，这就正了。我们在中国啊，历史长河中啊，很多商团啊，晋商啊，徽商啊，他们的精神也都是立志义取啊，才智道身都要符合正道啊，符合道义的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这个术者啊，人之术也。这个术呢，是施行仁德的方法。孟子也说：“抢术而行。”我们修行啊，一开始也是时而勉强，终则泰然。求人莫敬焉，你一直提醒自己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慢慢你就很自然能替人家想。中庸也说啊，中恕为道不远。我们的心地常是以中恕来存心啊，离道啊，离人道啊，就不远了。在这个德育课本当中，我们这个恕啊，也常常宽恕宽恕啊，所以汉朝有一个大臣叫刘宽啊，他也没有辜负他爸爸给他取的名字，他也确实做到宽恕啊。这个德育课本呢是很好的书，大家有空啊真的可以多学习，而且这个学习文言文呢这一套书非常好，它的文字非常精炼，你看刘宽温仁多恕，温和仁厚，又有恕道啊，看有人把牛搞丢了。结果看到他的车子说：“哎，这个是我的牛啊，是吧？”你看刘宽他马上下来了啊，就让那个人把牛牵走了。没有多久那个人回来了，把他的牛归还他了。然后很惭愧的说：“哎呀，很对不起这个。”您这一位长者啊，然后愿意接受他的处罚了，为看他要判他什么罪了，你看刘宽怎么说啊？
这个牛跟牛之间长得很像啊，是很正常的，哦，认错很正常的。哦，我还感谢你帮我送回来了。哇，你看，练出这样的修养好不好？仁者无敌。哦，说幸劳见归啊，感谢你还把它送回来，啊，何为谢之啊？他这个谢在这里是谢罪啊，啊，那不还不用还谢罪了，好，那这个地方上啊的人都很佩服刘宽不计较。被他的这个宽厚感动了哦。然后呢，做了三郡的太守官呢。然后呢，假如遇到下属或者百姓呢有过失他怎么处罚呢？他用蒲草。蒲草做的鞭子，意思意思啊，要记住了啊。哎，哦，就让他们要汲取教训。哦，好。哦，那我们看，哦，这个德育故事啊，后面都有后来的读书人对这个事例的。一个心得哦，我感觉这些话都很精辟啊。这陆乡侯这个是指刘宽的啊，他有种种啊这些很好的德范啊。哦，他就提到了，啊、哦，他只要有功劳了，他说让功于众，你看推之至下，众人的功劳，哦，所以他不邀功，然后这个地区啊出现灾祸了，啊，那这我的责任。引弓自责，哦，你看他不止不邀功啊，有过了，他都揽在身上，啊，见到父老了，关心他们的农业生产，啊，见到少年呢，勉励他，要孝顺啊，有爱兄弟啊。好，那这一些呀、啊，他处事的修养，我们有没有以他们为榜样啊？啊，你见到任何亲戚朋友，我们在扎根班，常常好像每一届都会有学员说他有社恐，是吗？你这个要清明的，要明明德，要清明了，不能社恐了。你们见到人的时候会不会紧张啊？会啊。哦，你一紧张啊，就自我感受摆在前面了，就不能像刘宽这样啊。一讲话。就让人家觉得很温暖，就关心到他最重要的事情。这老百姓以耕农为生呢、啊，靠天吃饭呢、啊，是吧？你多关心他们这些情况，真的，这个收入不够了，
政府调整调整一些政策哦，减轻他们的负担呢、啊。我看见到年少的人，就教导他们最重要的孝悌。我们人际的相处啊，出发点就是都是爱人敬人，多关心人，不能把自我感受摆在前面。所以会修行的人放下是功夫，最重要的首先放下什么用专业名词叫见思烦恼。当然对大众啊，你就不要再讲见思烦恼了，他又在那记那个名词挺累的不懂这些名词的就是从我由我来的你在哪里放下我，你就是会修了，会用功了。在哪里？见到人的时候啊，哎呀，我好怕讲话，你看你的自我感受就你会修行的突破多给人家欢喜，多关心人家。我们讲不出关心的话呢，也是因为太想自己了，不然你会很自然的。比方说你前不久知道，他母亲好像情况有点情况了，你一见到他很自然，哎，你妈妈那个病有没有好一点？我看前一阵子我们定达忍者他妈妈受伤了你很自然的就关心了或者遇到我们蔡叔叔了膝盖有没有好一点好，我们读这些古圣先贤的榜样，你要马上拉回来，你就会学了，你马上可以用啊。这个故事好像跟大家讲过了，他的太太叫遇事宽，令惠，就让他生气啊，死必奉根。其实这里是写肉根，我都会跳过去。为什么？不要肉印象，落一个肉的印象因为我们学过阿赖耶识是吧尽量不要种种子所以我记得有一次讲课的时候讲睡不着就像煎饼就不要落这些印象你们假如听到我讲话刚好有一个词突然顿了一下要不是我忘了，要不是我在斟酌有时候讲课一个字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落的印象不同要污其朝衣但是泼下去了，刘宽马上问的是根烂如手乎有没有探到你的手了所以这个百姓都感他的德行都日有所化，都被他感化了所以他是以此德化人，就是他的德行呢做到让人家自然升起惭愧心所以愧之小人可使为君子讥之君子可使为小人所以这
这个言语啊的修养很重要啊、哦！啊，你出发点是为他好，但是你的语气呀、啊、比较强硬，那是机智。君子何时为小人？因为你语气太强硬了，让人家听了起情绪了。啊，你讲的再有道理啊，人家不容易接受。啊，我最近去伦敦的时候，啊，遇到啊一个同修啊，他在公家机关服务啊，啊，在医院里。哦，那他有看到某一些药品啊浪费了，而且很贵哦。哦，那他是站在呢不能浪费纳税人的钱呢，啊，他也有正义感的人。哦，结果他困扰了好一段时间呢，啊，他就觉得他有去提醒医生呢，提醒患者。效果不彰，很难受。他就跟我交流这件事啊，哦，那他在叙述的过程，你看这都纳税人的钱呢，啊，哦，你看他一次多少钱呢，啊，哦，我听他叙述这个过程，我说，假如我是那个患者啊，哦，我也不接受。我说你的言语要调柔啊，你这样子的表达方式，人家可能马上先不舒服了。哎，他很可贵啊，我这么一回应他，他好像明白了。哦，哦，然后他就来了一句：“哎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说你这个念头对你也不好。哦，不要常常给自己负面的这个言语，不要常常自我否定，明白一件事，哎，经一事长一智就好了，不要经一事啊长一怕，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都会落那个印象啊，影响自己。哦，所以经一事长一智，容不容易啊？啊，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我们往往前世不忘，后世之累。啊，后世是挂碍。哦，所以这个做事当中应无所住哦，用在这里哦。嗯，哦，那天思雨分享的很好，啊，你不能住在对对方的这种成见上，过去就过去了，这样你才生得起真诚的心。嗯，哦，所以普贤行啊，你要礼敬诸佛啊，那就要见他的本性，不要着相，见性不着相。尤其着他以前做过的这些事情，啊，这些一言一行的影像，你放在心里，啊，你就很难对他真诚了。然后你要称赞他就难了。哎，好，大家不要小看哦，你落一个人印象啊，会发酵哦。大家有没有自己关照深入一点？哦，哎，你都有印象了，嗯，我那个东西可能是他偷的，然后接下来就发展成，嗯，好像什么都跟他有关了。后来突然发现，哎，哦，原来我这个东西是放在我哪个角落，是我自己忘了，哎，那你前面那些设想都是自己想出来的了。哦，我们也曾经遇过那个女士说，啊，夫妻白头偕老，一句真言，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
哦，那个女士说没有优点啊。哦，我那讲课的人有时候会突然面对这种情境哦，而且他是在台下喊很大声呢，啊，没有优点，哎，你接不接啊？啊，你说一句真言，他说没有优点。哦，这个时候你心不能起情绪哦，不然你会应对，带着情绪应对啊，那啊，说不定下一幕就是他拍桌而起，不听了，上桌了。哦，哎，当时候，因佛菩萨加持啊，我就走下台去，走到他身边去，我说这位女士啊。你先生没有优点了，你还嫁给他，啊！你真有我们佛门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全场都笑了。哎，哦，那有女士啊，她回去啊，她就写自己先生的优点，哦，一静下心来写很多啊。但是呢，没有静下心来，因为心里都记某一个点呢，它就一直发酵，发酵到呢没有优点了。啊，所以其实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自己的心落了成见，一直发酵了。哦，我见过一些女众啊，她就执着先生赚的钱太少。然后就越来越觉得他啥优点都没有，哎，哦，所以我们心偏掉啊，自己要能察觉到，啊，要及时的调整过来。好，啊，这个是以啊刘宽为榜样。那正则啊，义之要也。啊，这个正直啊，是遵循道义的要领啊。哦，那啊，真是太重要了啊。哦，所以你没有以正为准绳呢，那有可能这个义会偏掉。好，我们再看下一句啊，这个第六句啊，为圣呢，妄念作狂，为狂克念作圣。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注啊，为圣人呢，无念于善呢，则为狂人；为狂人能念善呢，则为圣人。啊，言桀纣啊，非食狂鱼啊，以不念善，故灭亡也。哦，所以圣狂呢，啊，从相上看差别好大，其实从一开始也只是一念差别而已了，啊，善恶的差别呢。好，那。所以这个慎独的功夫啊，就很重要了。哦，这个慎妄念呢，就作狂了。啊，比方我们想到啊，悟达国师，十世高僧呢，修养好不好？非常好。皇帝送他一个檀香宝座啊。哇，这檀香可贵了啊，哦！宝座那价值连城呢。哎，他起了一个慢心呢，冤亲债主就附到他的脚上了。
跟了他十世哦，啊，因为他是前在唐这个哦，不是在汉景帝的时候，哦，他是元盎，这个附在他脚上的这个众生呢，是曹处。啊，因为袁盎建议汉景帝杀曹处，不然七国要作乱了嘛，七国之乱，那曹错就被杀了。其实曹错是为国家打算嘛。好，好，哇，你看这个妄念呢，做狂了。这个许俊一到。许俊有一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不是帮了很多没钱看病的百姓治病，后来还被万石把他硬押去看他的母亲了，结果这万石去偷马，搞得他也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嘛？你看，他当下什么念头？我不能后悔，不能后悔。可这个念头啊，你本来功德很大，你只要起了埋怨了，就没功德了。哦，就像梁武帝起了个啊要人家赞叹的心呢。所有功德没了，翻转成什么轮回的善报，所以这个一念之差很大。我们还听过一个高雄真实的例子，真的是妄念作狂。有一个妇女啊，离婚了，后来才遇到佛法，修行很精进，念佛啊，念得很用心呢、结果癌症啊，在医院里啊，也大声念佛，然后旁边好多佛友帮他助念，眼看就要去极乐世界了，结果他的妹妹。认知不够，说啊，反正我姐姐也快走了，就通知前姐夫啊，到医院来，结果这个前姐夫啊，进病房啊，刚好这一位女士啊，在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快要断气了啊，念念念，看到了。就讲了一句：“你去死！”因为他嗔恚还没有放下，就又在这个时候看到他嗔恚心一起来，一讲完“你去死”啊，断气了。哇，差很多啊！本来已经护着要去做佛了，结果一下妄念作狂，没有念佛，嗔恨心起来。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心上不能有任何怨的人哦，哪有什么好怨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我也曾经遇过啊。哎呀，这个怎么净找我麻烦呢？我有点想不通。我就求佛菩萨加持。那一天睡觉居然让我看到，那个情境有点像印度。原来是这样啊！我前面对他不好，难怪他这一辈子会这样对我。好，你们不要回去又再啥都问哈。是，
我只问过这一次啊，真的让我明白，真的什么都有因果，都没有偶然了。好。哦，那这个狂客念呢？哦，作甚？哦，你看盈科法师他知道他造的业会堕地狱啊，他去请教人家有什么修行方法啊，结果知道念佛了，念了3天呢，你看他所有的恶念都克制住了。恳切念佛，他就去做佛了。在明朝明英宗时期有一个大臣叫曹鼎。他在当一个监狱的管理官员的时候进来一个女犯很漂亮，他也动心了。不怕念起，只怕觉迟结果晚上他知道自己动心了，他就拿着毛笔一直写“朝顶不可”写完了，拿火烧掉，烧完再写一张“朝顶不可”，写到什么？写到咕咕咕天亮把这个欲念克制住了。他最后做到明英宗的宰相。假如那一念没有克制住他可能就毁了自己。前程之外，下辈子去哪？铁定到三恶道报到了。所以狂客念，则作甚呢？这个在《德育课本》当中啊，理篇理分寸拿捏好。像另外一个读书人元朝，宇文恭亮，他20岁左右到一户人家教书，晚上就有人到他书房女子给他敲门，就被他呵斥了。然后隔天，他就解雇，然后辞掉他的工作走了，这也是厚道没有把这个事给这个主人讲的话，那可能他这个家就要调查这种事了他都展现他进退里面的分寸还有厚道。当然那个女子会怎么样？当然也不知道是谁了，她也会生惭愧心了。结果后来好像她要考功名的时候本来人家把她刷掉，后来就被那个主负责人又把她拿回来录取了。这个都是积了阴德了，都会有好报。好，我们再看下一句这一句很多历史典故我们顺着看福道以人之难为易也，这个道是指道义所以若循着道义
来做事啊，就能使那些别人觉得困难的事情啊，变得容易。这个难易啊，其实还是人的心呢。藕益大师说的"静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静缘无难易，难易也是起于心呢。所以是故，曾子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咎。然则爱与恶，其余成效无辙也。"这个咎呢是责怪、责备啊。这个责呢无辙啊，无辙是不用挑选啊，没有区别。曾子说了，父母疼爱自己，心里高兴了，但不忘父母的恩德。但父母讨厌自己，则戒慎恐惧，然后不惹父母生气。这个大顺啊，王祥啊，明子谦呢，都是榜样。后来的发展呢，人跟人的缘呢，佛陀讲了，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但是你还是道义啊，你还是真心对待，最后就转了。你看大顺转了，王祥、明子谦，他家庭关系都转了。所以一般呢，人事的问题呀，伦常里面产生冲突了。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有没有说，在五伦里面说这个人全错，那个人全对？有啦。全错的人，全对的人怎么样？变圣人了。对呀，大顺呢，他没有错啊，你说他吃亏吗？所以我们现在人就是忍不住这一口气的，那我不吃亏了吗？所以啊，我们别跟自己去做佛过不去啊，别跟自己做圣贤过不去。没有吃亏的人，没有占便宜的。好，那一般来讲啊，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彼此都有错，错的多，错的少。好，比方说你现在跟另一半啊，这个我们蔡叔叔就比较有经验啊。比方说。一个错八分，一个错两分。那个错两分的人骂那个八分，八分的人怎么做？八分的人骂你两分呢？所以各相责啊，天翻地覆啊；各自责，天清地宁啊。你看古人留这些话，就是你的念头啊，太关键了。好。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能感悟啊，就像这个句子里面写的，然则爱与恶啊，其余成效无辙也。不论父母喜欢还是讨厌自己，对于自己成就孝心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都可以尽孝，
都可以练出真心，都可以成就自己。所以老和尚常常说：“你会吗？会不会修行？”啊，所以修行里面这一句的指导，道义为先，你就容易突破这些逆境恶缘。啊，道义是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就不讲条件了。啊，他应该怎么样啊？一有求不到你就生气了，才会人际的矛盾才会加深呢。这个是啊，这是死囚啊，他是春秋魏国的大夫啊，他一生魏国啊，见贤次奸，死后由沉思以见呢，以其至诚感痛魏灵公。哇，那这个是忠臣的代表啊，死谏呢，他要断气的都还想着要规劝君王，所以交代他的儿子不能把他的棺木放在正厅，放在窗户底下就好了。卫灵公一进来很生气啊，你这不孝子，怎么这样放父亲的棺木？他的孩子才讲出了父亲的考虑，觉得自己太有过失了，还不能劝君王用忠臣，就因为这一件事啊，卫灵公又用了这个蘧伯玉好，所以使求曰：“君亲而近之，自敬以训。”啊，貌而疏之啊，敬无怨。啊，然则亲与疏啊，其与臣忠无者也了。啊，是君王亲近自己呀，就礼敬而恭顺。你看魏征，唐太宗很重用他，他也是礼敬。恭顺他是在朝廷之上啊，这决策一错啊，影响百姓千万呢。但是他离开朝廷了，决定没有批评唐太宗一句的，都是赞叹君王啊。百姓在那感谢的时候，都是君王之德。他是范言直谏，那是在特殊的这个朝廷之上所以像我们开会也是一样啊，提意见啊，会上提你不能会上不提，会后在那批评，这不妥当了，这就不恭敬团体，不恭敬领导者了。这个君王疏远自己了，还是恭敬啊？你看，为人臣止于敬，而且没有埋怨。那既然如此呢，不论君王亲近还是疏远自己，对于自己成就忠臣来说啊，没有什么区别。范公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样都在敬忠。有一次，这个范仲淹被贬很远了，超过千里了。你看，这个读书人修养不得了啊，被贬那么远，他还是心安呢，我静了心了。还说到了这"岂辞云水三千里呀、游记沧夷十万名啊！"我去的地方还有很多百姓需要照顾的，是到哪都能敬重，
但是他当下要劝谏，他尽了力了，他无愧所以格言说的“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当然，哪怕贬得很远了，则忧其君亦有因缘机会，也会造缘去护念自己的君王。但是首先去到哪了，把在哪里治理好哪天君王比较理智一点了，可能又调回来。哦。那孔子曰：“至于于隐阔之中，执己而不执人，以善废而易易，蘧伯玉之行也。然则心与肺其余成善无辙也。”哇，你看好几个历史典故啊！孔子说到了，在自我矫正中感到快乐。改掉习气不被习气控制了身心更清安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实习呀，实时习是落实，依教奉行。那执己而不执人呢？严格要求自己，不苛求别人。有才德而被废置，不用，不意义就是却能不郁郁寡欢。哇，那这个是贤人蘧伯玉的德行。所以，既然如此，那么不论被举用还是被弃置，对于自己养德行善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孔子跟颜回说了：“用之则行，舍之则长，惟吾与尔有是乎？”那。没有当官的机会，孔子最后也是三思书定礼乐作春秋，阐明义道也把文化传下去了。本来的理想是要恢复周礼但没有那个机会，也成了至圣先师了。所以这个其余成善无辙也，有没有被重用成就自己的道业，甚至于乃至可以利益人民也没有障碍的所以不能有怀才不遇的郁闷这个屈侯府曰：“贤者易之也，观其富之所分，达之所敬，穷之所不取。然则穷与达，其余成贤，无辙也。”这是另外一个典故了。这个屈侯府说的。是否贤德很容易辨别。只要观察他富裕时如何分配财富，发达时举荐什么样的人，穷困时如何拒绝外面的诱惑。既然如此那么不论穷困与发达，对于自己成就贤德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是故爱物亲疏，费心穷达，皆可以。
诚意。不论别人对我们喜爱还是厌恶，亲近或是疏远，还是自己人生衰败兴旺，或是穷困发达，都可以成就自己的大义，成就自己的道义。所以。老和尚有说：“顺逆皆佳境，恶善贤良缘，都可以提升自己。顺境善缘不称贪爱，逆境恶缘不称嗔恚。老和尚留下来的法语处逆境随恶缘，无嗔恚，业障尽消。”随顺境，处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人把意提起来啊，就不会情绪化了，就不会被利诱了。所以我们那天提到说，现在弘法诱惑太多啊，守住道义啊，也能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好，好，我们再看下一句啊。第八是，完人尚德，玩物尚智。这里有小注啊。以人为戏弄啊，则尚其德矣。以器物为戏弄，则尚其智也。这个烽火戏诸侯啊，这是周幽王啊，这个属于完人尚德了。当然，你比方玩弄感情啊，这个会丧其德，而且会造啊地狱罪业，所以这个所谓钱债好还呢，情债难还，就不能干这种事情。你们看的历史故事里面还有没有？玩人尚德，玩物尚智。那个喜欢打猎啊，这个就玩物了。这个器物为戏弄啊，则尚其智矣啊，就没有志向了。那现在的挑战是，这打电动玩具啊，玩手机啊，这个威胁就很大了，所以立志要早，他有一个方向目标啊，就不容易被这些东西诱惑。凡为外所胜者，皆内不足；凡为邪所夺者，皆正不足。所以我们刚刚说要克制念头。那快稳不住的时候怎么办？快忍不住了，也知道就是个念头，你不要把它太当真。怎么转？你看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这习气当中啊，最猛烈的，就是这个情欲是特别猛烈的。但是都是会愈缘起啊，
所以不能去看这些会刺激自己欲念的东西。所以非圣书，秉物事，必聪明，坏心智。所以不好的念头起来呀，自己要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一问大家，不好的念头起来怎么办？标准答案：阿弥陀佛。当然不能只是标准答案哦，要这么念，这么干。你念到，只要佛号提起来，什么念头都止住啊，这念佛就有功夫了。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念头不对，可是一念还是扶不住？有没有这个情况？哎呦，你们都没有啊！那您未成功找方法了。假如佛号扶不住怎么办？继续念，那也是对的啊。承德假如扶不住了，我回去看玄奘大师纪录片，他那个精神一下就，像补充正能量一样，念头又转过来，转移掉了。或者老和尚的哪个这个纪录片，你看了会流眼泪的啊，赶快看一下，很快就转过来了。每个人方法不完全一样，但是天大的事就是个念头而已。你只要能把注意力转过来，就能克服掉了。或者听经，专注听经，念头一转，正念现前了，邪念就污染不上了。也可以用弹古琴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古人不摄情色不测情色嘛就透过这个来调自己的心呢。好，我们今天到11点吧，有没有同学有事？没有，好，我们进入明理篇的第二个部分，以知因是果，理不出心性二字，是呢不出因果二字，而且我们学因果就是前后眼。前眼是什么？他现在这个情况，原因是什么？后眼是什么？他现在这么做，以后会怎样？前后眼。你看因果了，你就不会情绪化了。比方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就是你情绪就来了，你假如不执着在他现在的言语啊、表情啊，哎呀，他家里父母啊这些情况啊，他挺不幸的，你就不是情绪了，你反而包容他了，你怪不得三字待人，他现在的行为会遭来世，后这一生会怎样？后世会怎样？你就怜悯他了。所以你真信因果，你生不起气来。好，好，那我们看这个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以呀、
福兮祸之所伏，啊，孰知其极呀、啊？啊，啊，以呢？因也啊，这个福祸、福因祸啊。而生，人遭祸，而能修善。哦，人遭祸而能啊，悔过则己，修善行道啊，则祸去福来。哦，哦，等于是遇到哦不好的事了，但是你心态很好。哦，更战战兢兢了，哎，这个是能转的，祸福它是能转变的，啊、哦，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哦，啊，祸去福来，哦，我们看老和尚人生这些际遇啊，啊，看起来扫地出门，但是念头没有抱怨。念头还是为了佛门的形象，不能打官司，还一下子到更殊胜的因缘去了，所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呢伏匿于福中，人得福啊而为骄志，骄傲了，放纵了，则福去祸来了，孰知其极呀、啊？所以祸福更相生呢、啊。吾知其穷极时也。哦，好，我们看到现在富二代、官二代呀、啊。他们都是有福报的人，哎，但是你看那个祸也在其中了。嗯，好，所以这个白话讲了，灾祸啊，福气倚靠在旁。哦，福气啊，灾祸潜伏在他之中。哦，谁能知道他们转化的微妙呢？哦，所以意味啊，人遭祸能反躬自省，断恶修善，则祸去福来。啊，人得福却骄奢淫逸啊，则福去祸来了。好，好，我们只要呢用对心呢、啊，真的是没有坏事情。哦，人呢就是容易着相。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哦，一般人觉得不好的事，他一遇到了，他就生烦恼了。但是转不了了，再发展变什么？祸不单行。哦，你一福报现前呢，啊，贪欲上来了，哦，那福就又转成灾祸了。啊，假如你福报现前呢，你的用心，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哦，那你这个福越累越大，但是给众生想，嗯，哦，那我们都很印象深刻，有一句啊、哦，
醒安大师引《华严经》的话，叫“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耶”。大家有印象吧？妄思善恶，况未发乎？哦，那往生极乐世界，上中下三品都有发菩提心。大家想去极乐世界啊？哦，那条件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喽。好，不能忘失哦。那请问大家，你现在遇到一个祸来了，菩提心要不要保持住？哎，哦，我们遇到。啊，比方说杨医师，哎，他女儿出现忧郁状态了。你看这个，一般人觉得，哎呀，怎么这么不幸啊？哎，但是他是用他父亲的真爱是吧，去应对。你看这个祸一转，哎，女儿很快就恢复了。哦，而且他借由这个缘，他觉得可能还有很多家庭是这个情况，所以他尽力的去收集很多相关的资料。哦，后来又我们又办了一场专门探讨忧郁症的，你看遇到这样的情境都能转成一种菩提心，就是真心现前的对女儿，包含。以这个去设身处地，可能有很多人，哦，他就转成一种啊愿力了，哦，所以这个时时不忘菩提心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这一次去杜塞尔多夫，德国。啊，有个老人家，都快80岁了。他先生快90岁了，失智好多年了。啊，我看这个老人家相貌还很慈祥。啊，没有因为先生照顾那么多年了，好像觉得很不幸，在脸上。还是洋溢着笑容，哦，而且他因为先生这个情况啊，他去充分了解失智这些事情，哦，还提供给很多啊相似这种遭遇的家庭，你看他一转念，化悲愤为力量，化危机为转机啊。转烦恼为菩提了，嗯，哦，而且他还提出来说，希望在他们那里办一个弥陀村，啊，哦，看人家还很有愿力啊，哦，嗯，好，我跟他说，主办圆董啊，你发心你是主，哦，我可以配合你。好，我们看第十句啊，啊，盖德厚者报美，愿大者获生。好，故曰：德莫大于人，而祸莫大于科。啊，这个是心绪里面的啊。心绪之要啊，道德深厚的人呢，一定会获得吉祥美好的回报。啊，与人结怨太多的人，一定会招来深重的祸患。
哦，所以说没有比仁慈更大的美德，哦，没有比苛刻啊更大的祸患。啊，这个仁慈啊，啊，《了凡四训》说：“普贤宁士，有好老母好善，藏私粉团施仁。”啊，给谁呀、啊？吃不上饭的人。哦，所以这个很仁厚了。哦，你看他。回报他，看林则徐先生都是他的后代哦，啊，死后葬之啊，子孙考上官名的有一身麻子之多，哦，所以这个是报美了，哦，而他这个德呢，主要就是仁慈啊，好，那这个。结怨太多，或者结得很深呢、啊，这个业报会很快就现前。哦，比方说你害死这个人，那个怨很深哦，他到阎罗王那边告状阎罗王可能会特批他来报仇。哎，有啊，这些历史公案都有啊。哎，这个尤其呀、啊，对谁苛呢？对自己的另一半苛刻。哦，这个业报也很快。啊、哦，有一个读书人叫斐章啊，他的父亲啊是斐胄啊。啊，是太原，应该是太守啊。他父亲当大官了，所以他也很富贵了。结果结了婚呢，都没回家，对他的太太很刻薄。好，那。他们呢遇到当时候的高僧啊，谭照法师啊，哦，小时候看他说哇，很富贵，哦，后来呢看到他很惊讶，所以你的福报消减殆尽了，哦，他的妻子可能后来可能郁闷而死，他上告于天呢。你都没回家，而且还在外面，做坏事了，哦，所以马上降罪了，哦，这个法师看到他这么跟他讲，结果10天后，他就被部下杀死了，哦，所以这个怨大者祸深呢，而这个祸呢，莫大于苛了，刻薄。哦，所以造物所忌，曰克曰巧。造物是上天的，啊，最忌的忌讳的，刻薄的人。哦，还有什么，乱耍小聪明的，好，我们再看下一句啊。好，这个和气自祥，啊，家和万事兴哈。乖气自抑，祥多者则国安，抑重者其国危。啊，这个乖气呢是邪恶之气，不祥之气；抑是怪异不祥之事，哈，或者灾异。啊，这出自《汉书·刘向传》啊，是刘向进呈给汉元帝的。
作者啊，是《调斋益丰士》啊，应该是汉元帝那时候啊，做的不妥当啊，出现种种不吉祥的现象啊，他劝上书劝谏啊。好，那这个和气自祥啊，所谓和气生财啊，那我们想一想啊，家庭里面会产生摩擦不愉快啊，大部分因为什么？你们有没有观察、总结、总结？哦，这个《弟子规》有两句啊：“财物亲，怨何生？言语忍，忿自泯。”啊，跟言语啊，跟财物有关系哦。哦，那言语啊，你就要忍了。哦，所以唐高宗啊，去找当时候的新公啊，这个张公义先生啊，他家庭很家族很大，但是很和和，去请教他啊，这个张公义也没有直接回答皇上，在纸上写了100个人啊。广东话不是有讲“白忍成钢”是吧？金啊，白忍哦，我们到了德国去啊，也很多人讲广东话。哦，所以这个典故张公义，你要。发脾气了，忍，控制不住了，再忍，你只要想忍，想100次，我看气也没了，因为它是假的，不觉本无，当然，成语说的政通人和，下情上达。所以要和气啊，也要多沟通。我们说见面三分情，这些都很重要。那要和气啊，要修六和敬啊，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力和同均。都没有离开口和无争啊，言语啊，利和同均，财物了。好，所以这个白话里讲了，是贤臣在位啊，齐心效力啊的和谐气氛呢。也感召来吉祥。我们这两天提到的这个凌烟阁24功臣土那个土大家都在为国家再尽一份力齐心效力那奸臣当道啊。会排挤忠良，这个不和的气氛呢，就会招致灾异。所以祥瑞多啊，国家就安定啊；灾异多啊，国家就为乱。那当然比方说人事上有一些不愉快的都要懂得。及时去沟通啊，去化解，跟治病一样，
啊，你拖越久越难治的，人事也是这样。好，尤其这个团体和合，它影响的是所有的人。哦，不和啊，都产生这个效应了。好。哦，当然我们也要谨记啊，比方家庭，长辈啊，有不愉快啊，不要在这个小孩面前争吵。哦，老和尚常提醒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长辈就是不能给晚辈不好的影响。这是家庭哦，团体里面呢，真的有事需要沟通了。要跟相关的人啊，甚至跟领导反映，不能呢，是因为啊，我脾气忍不住了，不相关的人你也去讲，造成人我是非呀，这个就不好，有哪些看法不同啊，这个都可以再多沟通。不能再讲给不相关的人听了，可能会影响其他同仁的人际相处，甚至对团体的信心所以《无量寿经》也提醒我们：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当然对承德来讲呢。自己是感觉经历了一些事觉得要成一件事好难他可能要好多因素条件到了保持了这个事才能继续可是这个事要黄了，很容易一两个这些重要的条件没了。可能这个事就做不下去了。善事常一败。你真的体会很深哦，你不忍心批评。真遇到有什么不愉快，看用什么善巧的方法，去做和事佬，或者很低调的，处理事情化这些不愉快冲突于无形当中，这些都是人事的锻炼了，你不要一处理一件事，造成彼此更大的误会，容不容易好心办坏事我这个我都见过比方，甲，反映事情给他。他直接把甲的微信转给乙，乙一看那这个就是对人心不敏锐好像觉得好吧，这他们两个人是啪一下就发过去了，那可能造成甲乙之间更大的隔阂了。好，11点了我们先到这儿看今天讲的有没有问题。现在人都敏感了，你处理事要顾及到每个人心理的状态，防止众生起心动念，这一点，你在人事当中
要越来越磨练。哦，你比方说，他某一件事啊，可能有误会了。哦，你一过去，哎，那某件事，对方马上，一定是谁跟你讲的？你看，这是造成他们之间不愉快。哎，你过去，哎，很自然聊聊聊，聊到当事人自己把那件事讲出来。哎，讲出来你就很自然的，再给他一些建议，就提醒到他。哎，他一调整，对方也感受到了，这个可能不愉快就化掉了。哦，我看你们的眼神有点不是很理解。哦，这个会随着你。哦，但是记住我跟大家提醒的。处理任何事啊，要顾及每一个人，防止他生烦恼。哦，你说，哎呀，这样多累呀！其实啊，练自己的心越来越柔软，练自己能平等、恭敬、平等关爱每一个人。有大好处啊！不止不烦，不止不辛苦，不然我们的耐心怎么练出来？真心怎么练出来？哦，所以大家处理事觉得，哎呀，烦死了，烦死了，微信又来了，哦，你要提醒自己。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好，今天讲的大家有没有讨论呢？纯也没问题啊。有一个小问题吧，但是其实在课里面慢慢的就解开了，就是向师傅汇报一下。刚刚因为您有提到说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嘛这一块儿，纯元其实就总会产生，当时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觉得说，哎，为什么？感觉人和人相结合，一开始呢都是很好，但为什么慢慢的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然后后面您就有提到，其实人和人之间的缘分，佛有讲到，无非是这几种。然后第二个呢，也有想到说，凡事都有因果，那这个因呢，也不是说在这一世当中就已经，就完全是确定的，其实很多事之前都已经。定下来，那现在看到的也只是这么一个果，更多的呢是我们在这个当下的这个因上面又应该如何去下这个功夫，所以感觉就把自己的这个疑问算是给解开了吧，因为都是因果，所以看到的已经是果了，还是要看因上该怎么去下这个功夫。好，身心因果啊，就不会情绪去对应事情了。哎，哦，而且任何的缘呢，我们都把它转成法缘。哦，你善缘不转成法缘，请坐啊，那就彼此贪爱了，彼此牵挂了。啊，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家里人感情好得不得了了，那这对于修行来讲也是一种障碍了。啊，你世间有放不下的，那你就了脱不了生死了，出不了轮回了，是吧？
都要转哦。哎，要但愿人长久，唯有念弥陀。哎，你娑婆有一爱之不清，临终被此爱所牵了。我们这几天也讲了一个重点，就中述。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你跟人相处，产生不愉快了，对方有怨或者自己有怨呢，可能在心上还是这个。没有提起中恕的存心了，才会产生。那修道的人不能怨人家，要严以律己。那比方今天这个人来撞你了，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假如跟他说对不起啊，那也是你的涵养。任何不愉快，你假如是时时替人家想，你首先就提起来啊，为什么造成这个情况？我有没有做得不妥当的地方？这是还是律己要严呢。我是感觉我们这个在无始的轮回，就是的严以律人，宽以待己，习惯了。而且今天我们要护念别人，一定是人家信任我们，信而后见。承德观察，人跟人互相有看法的时候啊。往往是什么？往往是我们自己还做得不够，可是先看别人不足。当我们做得不够啊，挑别人不足，对方服不服气？对呀，他真的有这个错啊，可是人家不服气啊。这个就是人心了，你要信而后见了，人家信任我们，那首先我们要自己做好，不然没有本钱呢，提醒别人、护念别人。所以人世当中会有这些，其实都忽略了。先做好自己，挑毛病也是一种习惯了。所以团体里面常常处理都是互相批评，其实啊，说实在讲，假如是现在也各打20板，因为大家都在修行了，在境界当中呢都没有提起这些京剧。谢谢尊严，阿弥陀佛。好，那今天先到这里啊，谢谢大家。